你们在聊什么？聊这么久？我没有啊，巧听英文有够烂哎，帮他恶补一下。有一件事情我想找你讨论一下，你现在方便吗？可以啊。怎么样？虽然你是监护人，但是去见巧婷的导师，我最好也一起去。毕竟你之前人都在国外，对他的状况不太了解，我在会比较好。好。还有一件事，我知道巧婷很想跟你出国，但是她还未成年，所以我希望她能留在台湾好好的念书，至少到大学毕业。所以希望你不要让她误会，以为这次可以跟你走。没问题，我没意见。谢谢你支持我的想法，早点睡，晚安。嗯，晚安。我哥的财产都在这间房子，我要怎么把钱弄到手？紧张啦，我就会怕嘛。你不要怕，我在，你怕什么啊？你那么紧张，他不出来啦。我尽量啦。哎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来，先放轻松，跟着我，深呼吸。有没有海豆啊？你就继续保持哦，我先躲起来，他一出现我就出来救你。加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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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加油！紧张，想尿尿，去找个地方尿尿应该还好。加油！生我气吗？怎么可能嘛！如果我会生气，就不会约你出来了。可是我很生气，想不到你是这样子的女生。什么意思？你以前在我心目中是清纯的女生，你拒绝我，虽然我很难过，但是没有关系，我可以接受。你现在这么轻易的就跟我出来约会，我真的好失望。是不是为了钱，任何人约你都可以出来？是你来骚扰我的哎！婷婷，我已经开始讨厌你了。讨厌我就不要烦我，恶心！就是这种臭男人，最讨厌你了。走开！你今天去教训他们，让你知道讨论人家下场是怎么样。走开！东西啊，你啊！啊！我别人，你谁啊？干屁事啊？我谁？我他老爸啦！啊！大哥，对不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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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用吗？钱，账，钱包拿出来！你要皮夹干嘛？拿出来！问那么多干嘛？他是不会拿过来啊！快点呐！啊！哦，达中资讯，哇，工程师洛克笑，
厉害嘛，警察都查不到你 IP， 现在我知道你是谁了，知道你在哪里上班。如果你敢再骚扰我的女儿啊，我就去你的公司，跟你的同事还有你的老板讲你的恶行恶状，让你在这个地球上混不下去，听到没有？知道，滚，快滚呐！你怎么样？还好吗？有没受伤啊？他走了，走了走了走了，没事啊。怎么了？我真的是一个这么糟糕的女生吗？我这么随便吗？